小时候或是在路上啊，或在哪里很常听到的音乐。
那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演奏者，第一位是长笛佑成，玉成，然后再来是单簧管，也是我们 TTYO 的驻团音乐家翁凯琪，然后双簧管是尤一婷，然后再来是法国号陈景阳，然后是低音管郭嘉琪。介绍一下下一首曲目，我们演奏的是《海上的波妞》。那这首的话跟刚刚第一首《歌龙》一样，它会有两首选曲，这样，谢谢。